看朋友开这个轮式挖机，新买的，他今年新买的。这个轮式挖机干活是方便，城市里到处都可以跑，不需要拖车。来给你。跟女的挖机一样，升起来。这个样子的毛可以挂，没不当的哈。还带风筝。笑。一大一小，一起干活。这台龙工看起来很破，年纪很大。